华晨宇公布鸟巢演唱会，歌王之战在即，全力备战。华晨宇公布鸟巢演唱会，歌王之战在即，全力备战。今日九十后唱作鬼才华晨宇正式公布，将于9月8日在鸟巢国家体育场举办2018个人演唱会。这将是九十后歌手在90000人国家体育场鸟巢开唱的第一人。作为现象级年轻歌手，华晨宇正在参加的歌手2018。上周突围赛结束，华晨宇以22.99%得票率获得全场第一。华晨宇所参加的3轮9场比赛，目前以单场排名次冠在手，两轮综合成绩排名第一，每轮总得票率从未跌出过前二，单场平均名次更是在6季节目所有歌手里排名第二。据悉，今年的鸟巢国家体育场，华晨宇团队将继续倾力打造和奉献国内顶级听觉和视觉的音乐盛宴。4月13日，歌手总决赛歌王之战在即，华晨宇也邀请到同为九十后现象级歌手邓紫棋助阵，二人微博互动公布后，全网反响热烈，期待两人的精彩合作。也期待华晨宇2018音乐之路如歌似锦。